也要把一切的技能都交给。可是 Crystal 很肉啊，其他人怎么处理？小鱼人马上就要入场了，加里奥的大招先做下来，但是只击飞到了一个肾，正面团战的话牵扯的有点分开，这个小鱼人一丝血开金身，这个金身怕是要被流啊，夹子直接夹住了，看到没有，这边团战其实现在有点打不过，但是维鲁斯这边直接闪现是躲到了一发一技能，但回头的话持续输出很高，这波维鲁斯算是救主了。对，刚刚这波如果维鲁斯不闪现过来跟对方强行打这一波的话，感觉这一波团战是要被难得守住，很疼啊，这波又是能不能反打了，看一下后面下一把克拳闪现一把克拳 K 到岩圈，岩圈要死了吗，往后一个加速走了，但是小人是收掉了布隆之后，后面的话一个推是推到了女警，因为闪现变羊了，闪现羊上去，这边加点活动想换露露，露露没有换掉，那这个话就要死了两个人，又是鱼好了，位到了后面加里奥减速了一下，但是这个一技能是卡了一下位置，在小鱼上去是他开了一个近身，又是一个夹子，哇，这个小鱼这有点的方式看到过，上一局也是这样，这样哎，这边卡了一个视野，哦，就是在这边点死了一个局，还好一个。他们现在最难的课题是如何守住中路的这个高地塔，克烈的位置躲到了 AJ， 但是这个桶炸得相当不错，而这边的一个看中路进去并没有踢到自己想要的一个角度，而反过奔凤这个位置还好有金身，但金身完怎么办，闪现走路给个大招伤害，哇，这边阿兹娜的一个大招成功的拉到对方，关键现在两个 C 位都是瞬间融化，那这样的话高地塔也是岌岌可危，还是演戏，是这里哎，蓝枪过来，但是没有看到这个视野，一个高地，高地塔了，闪现了一个大招，布隆救的非常的果断，那这样锤石要被反杀掉了，哇，这一波 road 的一个操作太漂亮了，是直接通过大招加上自己的一个防盗门，把对方而且这里是赶过来，阿塞纳以及一个青钢影，哇，那这样的话，舒瓦是已经被留了下来，没有办法，只能献祭自己的身。一个发育，自己身上还有一个，还被踢回来，但是后面没有跟上，身上还有多少的一个？这边等下一发 Q 技能，捏的还疼死，然后拉回来了，强行自己一个盾，看谁先死，最后发到一个 Q 技能，直接收下了盲僧，是的。